Give me the big one. 分秒必争，美食料理名厨对决，总是让人边看边吞口水。 Are you nervous? 5, 4, 3, 2, 1, time's up. 短短时间内使出浑身解数，变出绝佳菜肴，端上桌。但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有机会品尝到大师的创意料理。预定6月底登场，期间限定营运1个月，将旗下美食节目《招牌名厨》几乎一网打尽。 能亲赴现场品尝主厨的好手艺，连主播也心动。从经典烧烤 BBQ 到梦幻特调饮品，通通吃得到。石敬秀变成快闪餐厅，噱头十足，也难怪粉丝们摩拳擦掌，预备手刀前往朝圣。三立新闻王少颖报道。